Yo, Mango Tango, 我是 Mango, 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呢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疯狂动物园啊。那么有一些观众呢就说啊，希望我去录一些关于怎么去抓这些稀有这些啊动物的视频。那么就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呢啊，我是可以教大家怎么去抓这个暗黑野牛啊。然后狮子的话，长颈鹿的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样。然后狮子的话，我呢，除了最后一只呢，后面这个油炸狮和这个枯吼狮也是可以录给大家看的，啊，怎么去抓。然后大象呢，其实很容易，除了那个骷髅像是boss 之外，其他的都很容易去抓到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呢是在任务这边是刚好遇到了这一个驯服火山猩猩，那么点不进去耶，那么应该是要从游戏里面进的。那么这个火山猩猩呢就是要去到第二个地图之后呢才会有。我现在是第一个地图耶，那么现在呢就可以点这个火星猩猩这个任务了。那么这个应该也是 boss， 应该是超稀有的那种动物。那么直接点进去看这一关是怎么玩法。就是他吗？应该就是他了。哇哦！懂了，就是靠就是跳树，然后路。去避过这一些这叫什么？哎呀，跳错地方了。去避过这一些带针的这个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，哎呀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稀有这个猩猩呢，这全身穿的是比较花哨的。我什么情况？不行，我就跳一下，然后哎呀。这第几次了？大家记得吗？我也忘记这到底是第几次了。不是，就是说这个星星呢是第二幅地图的。那么第一幅地图那些呢？不是应该像狮子那些，不是应该也是要属于 boss 那一种吗？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哎。哎呦，我应该跳那边的。先设计好这个路线才行，加油！被吃掉了。我认真的，只要认真，我就能抓到你。跳这边，再跳这边 ，good， 跳，哎呀！OK 的，哎呀啊！那么抓这个猩猩呢，一共是有三套这个障碍物的，然后这是第一套啦，然后这是第二套，跳，然后躲，然后再躲，哎呀！然后这是第二套，跳了之后，然后这是第三套，躲过去，上树，我只能说不会跳树的猩猩不是好猩猩，对不对？对。成功了 ，yes， 差一点，就差一点点，没关系，这样，
陶笛冠，第二个鳄鱼，然后第三个，好，然后再来一次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两个，好，哎，成功了，成功了啊！我真想不通为什么他设计这个关卡设计成这样子，还是说他们觉得这样子其实很容易？Of course not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哎哎哎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 ，Yes。好，终于抓到你了，这只猩猩。它身上是熔岩吗？随便拍张了。我倒要看看它的名字叫什么，这是星星的。然后星星现在我已经是抓了四只，这只叫火山星星。嗯，果然是火山星星啊。抓完这只星星之后呢，刚刚那只火山星星之后呢，我来演示一下怎么去抓这个，那个叫什么黑暗牛啊，暗黑牛。那么暗黑牛其实也是很简单，就只需要你骑这个牛，然后等到它狂暴之后呢，再行进800米吧，还是说一共行进800米？好像是一共行进800米就好了。然后那个暗黑牛呢就会出现了。那么现在是已经快500了，然后600米、700，不要死。哦，800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哦，就是他了，这个暗黑牛。嘿，那么这一局我试一下看能不能帮，就是为大家带来这个。哎啊，不行。好，那么这就是这个暗黑牛抓的这个方法，非常的简单。那么如果大家想去要这个暗黑牛呢，也可以去试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换成鸵鸟吧，然后去为大家带来的是怎么去抓那个狮子，怎么样？那么我选择鸵鸟呢，就是因为鸵鸟一开始狂暴了之后呢会跑得很快，然后狮子可能在1000米左右就会出现，也可能更早，但是1000米之前几率很小，而1000米之后才会比较有大的几率去出现这个狮子。那么现在1000米了，应该快有狮子，我换一只先。狮子你在哪里？但是抓那个不是，就是你想遇到这稀有的狮子呢，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运气，因为你骑上狮子之后呢，你必须要确保前面有足够的这个狮子给你去吃。然后刚刚也是看到有一个稀有的，然后狮子呢是需要吃30个这个动物呢才会出现稀有的，然后你要不停的去吃。哎呦呦呦，哎呀，这是没成功。从商店里买一只增产的超级奶牛吧，稳赚不赔啊。那么它这是属于一个提示，有时候呢它也会提示说怎么去抓一些稀有，就怎么去遇到一些稀有的。比如说它之前会有一个提示是说你尝试一下狮子吃了30只动物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啊？那么就是出了吃了30只这个动物之后呢，你就会遇到稀有的是两种，但是你就说不一定会说同时遇到两种，但是肯定会出其中的一种稀有的去给你抓的。一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一个呢是关于餐厅吧，像一个厨师一样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小丑吧，就叫什么哭什么东西的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那等一下先遇到这个狮子给大家看一下，先换一匹马。那么现在也是已经将近2000米了，但是我还没有有狮子了。那么现在好吧，那么重新来吧。1、2、3、4，然后那么现在我已经吃到什么吃到狮子，我已经在狮子上，那么也是吃了可能有
十只了，然后现在将近二十只，然后快三十了，快三十了。哎，喂，哎呀，还没有吃到三十只，然后他就已经没有时间给我继续吃下去了。哎呦，狮子，哦，上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，第三十，三十。三十啊！我吃了三十只，继续。我刚刚吃了三十只，但是，哎，说好的稀有狮子呢？还是因为我已经抓了？别闹！说好的稀有狮子了，还是说要靠运气的？不是吧？哎，有了，刚刚录，哎，又看到一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？但是我现在已经没狮子了，哎，这样，哎呦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加油！我这没有机会再重新复活，所以说我一定要加油，加油！哦，抓到，哇呜，哈哈，哇，这个帅气，这个前吞的这个效果，哎，他眼睛呢？这样子吧，酷，好，那么哇，叫女王哎，这应该是狮子里面我应该是最后一只，我就死掉就好了。刚刚呢，我已经啊新纪录啊656574啊的新纪录，那么也是抓到了这个新的这个狮子，我应该是满了已经，没错。那么普通狮子啦，然后绿植狮啊，剑齿狮，哎，这个竟然不是最后一只，最后一只叫油炸狮，好吧，好像感觉说啊，出哪一只狮子也是靠运气的，但是你想要去刷新，就是说稀有的狮子呢，好像是要吃满30只之后，才会有一定的几率去刷新的，也就是说，当你骑到狮子之后呢，你就。吃的越多，那些动物呢就越好。那么我这狮子也是已经生满了，可能也因为这个就是可以增加那个稀有出现的几率。那么好，狮子这边我是抓完了，我看一下现在大象满了，狮子满了，然后鸵鸟还差一只，牛满了，长颈鹿还差两只吧，好像还是一只，差两只。那么。还有今天呢还抓了这个火山猩猩啊，也是这个其中一只 boss， 那么下一个 boss 呢我也会继续呢录给大家看的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视频呢我就录到这里了。今天其实收获也不小，抓了两只稀有的，虽然一只是 boss， 但是我也是经过了不断的努力才能抓到它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去抓这个牛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抓这个暗黑牛啊，希望大家已经学会了怎么去抓，很简单的啊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视频呢我就录到这里了啊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可以点 like 或订阅我们。如果有大家有什么啊方法去抓更多稀有的这些呢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也会啊录给大家看的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